云峰先生来特别登场给咪咪加油，老公，你也太神秘了吧，老公，来，欢迎老公，哇，感动嘞，哎，没有拍到，再亲一次，对对对，来，你亲在那里就不要动了哈，专业的哦，漂亮漂亮，好，等一下还没有拍完，你看还在闪，闪完你再结束，预备 ，kiss， 害羞，你不要亲，不要害羞，来都来了，来亲下去，谢谢谢谢云峰特别来支持 Vivi， 我觉得在他就是。很投入这部电影的时候，我最好是不要打扰、哦、你反而也觉得离他远一点比较好，对对对对、哦、因为有时候就黄雅慧的那种声音跑出来，真的你也会害怕对不对，刚刚一上台就亲你一下，有没有小惊喜一下，其实我很幸福啊，对啊，我能说什么呢，我觉得就是都很娇羞的感觉啊，娇羞，对，我觉得你们每次我讲话你都用娇爹娇羞，根本就没有，我刚明明就我是怕模糊焦点，对剧组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不是娇羞，我是有点，你知道，有点抓了蛋，都成跟他一样，他们不能看，阿志也不能看、嗯，他们自己演的都不能看，那周腾万一不小心看到，我会跟他说是万圣节 Halloween， 因为今年第一年他要去 trick or treat， 他看到很多妖怪。我们鬼片最适合这个时候上映了，因为反正郑智荣也在说鬼话，所以我们呢大家一起鬼话连篇，太棒了！好，三秒钟之后，万福宫下到哪里会起嘞？请盖印加码哦，准备了哦，把握了哦，最后的这个投票的机会，不管你投给谁，一定要投给人面鱼，三。二一，嘎噔嘞！耶、yeah! ！